哎呀，好无聊，换下一台。哎，要开始发五倍券了哎。对啊，你要买什么？还不知道要买什么哎。你说说看，我可以给你一点意见。就想要买 iPhone 13，又想要买苹果电脑，我又想要买球鞋，还有库洛魔法使的限量卡牌。每一个我都好想要哦。啊，你是讲完了没？讲完了啦。那你知道要买什么了吧？还是不知道要买什么啊？哎，你刚才干什么啊？要不是我在用瑞士买这种高弹度的记忆金属眼镜，摔下就坏掉了。我要用五倍券买眼镜的。可恶，没想到那一只眼镜竟然这么耐摔，是你逼我的。哎，你干什么啦？给我，给我！哎，哎呦，你这么喜欢穿搭的人，只有一副眼镜是不够的啦。我们去 Ondes 用五倍券买眼镜吧。都想用五倍券买眼镜。根据我身为 Ondes 忠实顾客的经验，用五倍券购买一定会有优惠哦。哼，你错了。什么？不管有没有五倍券，都给你振兴经济的大大大优惠。期间限定 Ondays 的振兴经济优惠大活动，活动从10月1号到11月30号，为期2个月的活动哦。购买度数眼镜满额现折，最多可以折700元哦。哇，这么划算，我们还在等什么？走啦，去买眼镜了。走吧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。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哦！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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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